历史春香有毒，而且那还不是台湾的原生，它是外国。对，其实春香它就是会放臭气而已，有一些会放臭气。放臭。又叫臭虫。放臭气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呀，这是要传统哦。还有谁没有？你看这些颜色超美。亚马逊都有啊。好漂亮。